好，主播，道路旁边停满车，三秒一棵巨大的路树突然倒塌，当场砸在一辆白色的轿车上面。巨大的撞击力道呢，造成监视器的镜头不断的摇晃。事发就在台北市北投文化国小前面。昨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，这一棵公园的路树突然倒塌，幸好当时是没有人在车上，也没有其他的人经过，只有造成车损。而当下呢，也紧急封路，警方立刻到场来做交通的疏导，也通报了公务局的公灯出来处理，在大约3个小时之后清理完毕。幸好昨天是假日呢，因此比较少的车辆经过，否则要是砸到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以上是人道的情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